来看，国内一对翁仔某伫网络平台非法帮人客洗钱赚手续费，这个消费者是用代票卖到银币，前后三档洗钱的金额有1亿7千万。一审以银行法，先生宏判7年半，太太宏判4年的有期徒专案会当阁上诉。这嘛是全台湾头一件用到银币洗钱判刑的案例。拍开 TikTok， 唔来当看影片，也会当在直播开钱欠金币，会当换做虚拟礼物、送花、送跑车，甲直播主另类活动。他们可能也觉得，就是我讲的可能也很蛮准确的，所以他们会觉得哎，蛮有感觉，然后就是送个礼物，他可以送礼，对，然后也可以提礼去作为可能现金的部分。直播之间送礼物用来支持直播主，也会当变现金有收益。也毋过，国内出现头一件不法分子利用中国抖音，代欠抖音币洗钱，互换一判刑。拍关键字，代币咨询，多得高客出现满满的信息。一对细汉的阿婆都伫下皮拍卖，假做这类广告，实际提供汇兑业务，和需要换人民币的买家伫客制卖场落单付代票，依照双方约定汇率，连就兑换手上替买家伫抖音口做，都在抖音币，也是伫微信支付宝等电子钱包都在点数。法院认定两个人将属中华地下汇兑，三时间洗钱达到1.7亿。所抽的手续费不法获利也超过331万。抖音币可作为直播主的对价，虽非真实之法定货币，但取得抖音币可换取人民币，其与一般正常新台币兑换人民币的过程无异。就算红色变更只是正常代理收费，计后讲唔知头尾，也唔过合议定无采信，认定被告两个人的行为已经实质完成民众财产的异地移转，一审以银行法各判7年半加4年徒刑，专案会当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